12月2日日，沈梦辰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童年合照，以及一张和杜海涛的聊天记录，并配文：“我的性别有那么模糊吗？”在聊天记录中，沈梦辰让杜海涛猜哪个是自己，没想到海涛圈出了一个小男生，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“哈哈，我先笑为敬，海涛哥圈起来的好像他自己啊。”沈梦辰跟杜海涛两人在娱乐圈里面一直以来都是低调的情侣，虽然一开始都是处于地下的状态，但是最近这两年，沈梦辰跟杜海涛两人变得高调了起来，不仅两人在舞台上开始公然的秀恩爱，甚至还一起参加了真人秀节目，完全就是一副好事将近的模样。怎么样，大家喜欢这样的沈梦辰吗？希望他以后越来越好吧，也期待他以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吧。